故知呢般若波罗蜜多啊，哦，是大神咒哦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哦，这个般若哦，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妙智慧啊，哦，波罗蜜多可以到祥和的境界啊，哦，那个呢是大神咒。可能是说吼，好啊啦，你留一段时间好问。是大神咒吼，是大明咒吼，那个大神咒，哎，那个神已经呢吼是不可思议呀，哦，就是啊，这个我们般若波罗蜜多啊，有那个哦不可思议的哎那一种吼功效。那么咒呢，哦，就是总持啊，就是陀罗尼。陀罗尼呢就是咒，哦，咒呢就是总持，所以啊，哦，是大神咒啊，是大明光明，哦，光明咒是无上咒，哦，是最高的，哦，最上等的，哦，咒，所以哦，波罗蜜，哦，就是啊，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诵咒很多的咒呢都没有讲说呢，哦，用波罗波罗蜜，哦，没有用波罗。用般若的话是最高等的咒，哦，所以一定要用，哦，就是般若妙智慧，你只要有启发了，所有的困难啊你都可以，哦，这个经历啊经过很容易的，你就应对过去了，哦，都没有困难，哦，是呢，无等等咒，就是连跟他平等的都没有，哦，他高到呢这个程度，哦，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心经啊，哦，它真的是哦字很少啦，意思呢包含很多，哦，能除啊一切苦，哦，只要你用呢般若波罗蜜呢，哦，就可以除掉的，哦，一切苦，所有的苦啊，都可以除掉，哦，真实不虚啊，哦，用呢特别的叮咛交代，真实拢无假啦，哦，是真正的，哦，真实不虚。哦，故说啊，哦，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哦，即说咒曰，哦，讲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的时候啊，讲咒的这个内容，哦，揭谛，揭呢就是打开了，哦，谛呢就是我们玄关妙谛，打开啊我们玄关妙谛，各位打开了没有？好，哦，我们求道的时候啊就打开了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啊，哦。哦，揭谛揭谛，打开玄关妙谛。哦，般若揭谛呀，你打开玄关妙谛呀，你就可以到达波罗蜜，你就可以到达那个最理想的哦那个哦境界之中。哦，般若僧揭谛。哦，那个般若僧，僧呢就是众，众生众人呐，啊，就是众。就是说我们好，我们好了，我们还要去度化我们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够脱离这个苦海，所以啊般若僧揭谛，啊，菩提呢萨婆诃，菩提就是觉，萨婆诃就是即是成就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，你要赶快去实践哦，赶快做，让他能够真正的都能够成就哦，所以菩提呢，萨婆诃。